谱一传十，探索号出航喽！深海黑烟囱是源源不绝的海下矿场，海底的冰竟然可以燃烧耶！地底黑金、石油与页岩油到底是从哪来的呢？水库好好保养，才能用得长长久久哦。地热不只能泡温泉，还能用来发电呢。你没看错，这一次的地科系列节目，就由我朱老师带大家一起展开地球资源大探索。Let's go!